三明冰，然后我哋今日嘅材料就有一个一至两个嘅橙啦，然后将佢炸成用呢个炸得机炸喺度炸炸炸成一个橙汁，然后咧将佢倒落去个杯度，咖啡度，然后摆喺冰架嗰度雪冻佢啦。我哋已经整好咗一个啦。然后我话明三明冰啊嘛，我哋就唔系得橙汁冰呢、这个，我哋会去超级市场嗰度买嘅菠萝罐头菠萝，然后将佢切成勾，再将佢摆喺冰箱嘅冰格度，然后咧攞出嚟整完冰格以后咧，然后再将佢咁样一粒粒咁样摆喺呢个橙汁冰度，然后呢个就系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香苹冰啊。Yes. 拜拜。